大家好，我是酷奇。这次达一大冒险有着合作史上最多的黑币可兑换角色，今天要来分享一下这次合作你一定不能错过的角色们，到底要换谁，要换几只，就看这边。首先必换的一只呢是新角色的加米拉斯，看到这个觉醒加技能就不得不换了吧。 4SB 双窗帘，可继承的8000倍大炮加花火技能，黑币不足的玩家请换出一只，够的玩家请换三只以上。上修过后的 Dragon 有 6SB 不错的火力，重点是短 CD， 外加上修的2回合 5C 周回不错好用的技能，至少换出来一只使用。 Mimic 是非常稀有的免费 2SB 3 地下城加成觉醒的角色，不送的 CD 适合继承大炮固伤来周回关卡。黑币不够的玩家呢可以取舍要不要换，但黑币够的你至少换出来两只使用。以上就是这次达一大冒险黑币必换的攻略，如果其他你也觉得有黑币必换的角色，请留言分享一下。